黄女士的儿子今年上初一，这双乔丹火星270是今年双十一黄女士的女儿在毒平台上给弟弟买的，花了近700块钱。黄女士说，儿子穿了两天后，她给孩子擦了鞋。我感觉我说边上有点那个，我就稍微拿个纸巾给他擦了一下，擦一下嘛。因为他回来每天回来鞋子我都会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脏。第二天到学校去，我肯定要给他弄弄干净嘛，对吧？弄弄干净，我就发现这种情况嘛。就边上有开裂的情况嘛，哎，我这个鞋子不对啊，就穿了一两天怎么就开裂了？两只鞋鞋头的位置都有开裂的情况，黄女士觉得不太正常。你说我不是说是假啊，但是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啊，就穿了两小孩就穿了两天，那就发现这种有这种现象啊。这个我也不好说，真的有可能是时间放长，有里面有可能是时间长了的缘故，还是质量问题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清楚的。黄女士说，穿这双鞋的那两天，孩子就是走走路，没有参加剧烈运动。记者联系上毒平台的官方客服，对方表示鞋属于消耗品。之前黄女士联系过他们，他们给过方案，给您100元的一个那个现金补偿嘛，然后在您考虑嘛，然后后续您是说不认可的嘛？不认可，那我们专员再次联系您的话是说，保持那个原方案，就是说或者说再额外给到您1张50元的一个优惠券。黄女士表示，这两个方案她都不能接受，她想要退换。但是穿着过之后的话，这边专员也告知您了，他是无法给到您进行退换的。是因为我们他毒他的话，他只做鉴别是没有货的，所以没有办法给您去换。本身您的商家他是个人商家，是不支持去退换货的。客服表示可以帮黄女士申请更高额度的补偿，黄女士愿意再等等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